Netflix 影集《此时此刻》描绘时段都会爱情故事，其中林心如、林熙蕾主演《你心里的鬼》上演一段禁忌女女恋。19日林心如担任白内障卫教大使，谈及网友反馈，她表示许多人赞赏剧情故事很美，也认为林熙蕾的表现打破女同恋情的刻板印象。有一些就说蛮美的这样子，不是说人美，就是说这个故事蛮美的。大家都还是说天哪，林心蕾真是让我惊艳，就是因为她很久没出来了嘛，可是一出来就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还是那么美。但我觉得里面其实也蛮帅的，就是整个感觉，包括她的坐姿啊这一些的，就是那种帅T的感觉。就我觉得其实就会也会打破大家对于这个女女一个刻板的印象，可能一定要短发，很男性化的表象。其实我看过很多，也是两个都是很年轻，都是很女生的样子。